玲玲、笑笑、月月，林可家族守护精灵，圣诞包子。今天是圣诞节，到处都好漂亮。哇，好漂亮的圣诞裙，月月想买。叔，你有圣诞包子卖吗？哈哈哈，包子是中国的传统点心，不是西方传过来的，和蛋糕不一样哦。不过，如果你们想要，我就给你们做一个圣诞包子吧。真的呀，大叔，你怎么做呢？哈哈哈，保密，你们就等着瞧吧。圣诞节包子做好了。大叔，这包子除了很大，看起来和普通包子没什么不同呀。吃了就知道了。让我切开看看，包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哦，哇，好棒的圣诞包子！圣诞包子是漂亮，但是我更喜欢中国传统的大肉。